九美人这病啊！王君驾到！九美人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回禀王君，九美人脉象平稳，经络通畅，恕臣无能，未能找到病因。下去吧。是。 小九，小九，帝君，叫谁？王君。啊，王君。 小九一时口误，还望王君谅解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突然晕倒了，哪里不舒服吗？哦，那一定是你刚进宫中，还不习惯宫中的生活，整天闷在宫里啊，把身子闷坏了。这几日你好好歇着，等过几日啊，我带你去猎场散散心，好不好？ 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帝君。都说眼神不会骗人，看他的眼睛，他莫非真的喜欢上我了？白凤九和白凤九，这样瞎想又打乱帝君的情节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是任务，不是真的，是为了帝君，不是真的。难受吗？那你就躺着多歇歇。 本王不走，本王陪着你。